大家好呀，这期视频教大家折一个实用的上爱心书签。先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，把它分成两半，取一半来两边这样对折。折出折痕打开，把这个角往中间折痕对折。另外三个角也一样对折。然后转过来，把这个边与中间折痕对折。对边也按同样的方法与中心折痕对折。再把这边打开，沿折痕折下去。其他三个位置也是同样的方法折。然后把这两边对折，折出折痕。再把右边沿着折痕这样折。左边也是同样的折法。然后把这两位置对折，左边也是同样的方法对折。再把它翻过来，沿着折痕这样往下压。另外三个位置也是同样的折法。然后把这里对折成三角形，其他三个角也对折。最后把这个三角往下对折，其他三个角也是同样的折法。这样一个上爱心书签就折好啦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。